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翔。大家好，我是潘。今年夏天真的非常的热，那如果想喝冷饮的话怎么办呢？不如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宝岛台湾水果茶吧。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当季的水果，像是我们现在夏天的百香果。但当然，如果我们想要自由的选择喜欢的水果，也是可以的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用桌上的水果来做我们的宝岛水果茶吧。Let's do it。放进来，加入我们的热水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我们的食材，当季的水果百香果。哇，放百香果，小酒丁，好运旺旺来，可爱的小金吉，来，柠檬，哇，可以吧，可以吧。这是加入我们天然的果酱，再把我们的茶加进去，最后再加我们的冰块。完成啦 ！Cheers！ 啊，其实啊，我们台湾的手摇饮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产业，国外观光客来台湾也是必买的商品哦。到外销国际，为台湾争光，我们都非常的骄傲哦。在台湾，我们有多元的水果，也可以自由的选择冰块、甜度，水果茶还是天然的最好。请欢迎在下方留言，留下你最喜欢的水果，还有你最喜欢的饮料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未来我们还会给大家更多的节目，记得按下订阅蔡英文频道哦。